尽管啦！嗨，各位好，我是 Darren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东西隔了这么……等一下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 Darren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竟然隔了这么久才被我发现，所以今天我一定要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下这支影片。这支影片，其实这支影片就是一个 Pro 带着 VR 相机去冲秋浦的管浪。这个位在法国属地大溪地的浪点，只要一旦起了管浪，它是世界有名的管浪，它的型真的就是非常的好认，又厚又粗又干净，重点是它水非常非常的浅，一旦歪爆，哇！全身刮痧。 OK， 先不管这个地方的浪怎么样，我觉得这支影片最 valuable 最值得分享给各位的，就是因为台湾不常有这种管浪的情形，所以就算你的身体准备好了，你的技巧都到位了，也很少机会让各位练习怎么去下管浪。面对管浪的时候，该什么时候滑水，采取的路线是什么，真的下了管浪你所看到的又是什么。但没有关系，今天你有了这支影片，只要你上网随便买一个 VR goggles 套在眼睛上，你就可以身临其境的跟着这位 Pro 冲秋浦的管浪。啊！喷管破擦！OK， 如果今天是我的话，我会这样子去使用这支影片，戴上 VR 眼镜之后，然后假装自己在滑水。OK， 滑滑滑，这会是我想要看到的东西，因为很明显看到这道浪是左跑浪，所以在 drop in 之前，我会先确定我的右手边没有人比我更早下这一道浪，然后现在所看到的就应该是第一人称的视角。这个地方可以训练各位非常好的一个习惯，就是当你起蹭的时候，你的视线永远会留在你想去的地方，不是这里，也不是这里，会在这一个点。所以这个影片可以训练你在兴奋追浪的时候，还是扎扎实实的做到把视线锁在你所要去的地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让这个 Pro 带着你他所跑的路线。因为在管浪里面，速度是非常重要的，当你跑得太低的话，你就会被管吞噬，当你跑太高的话，要么你的头就会洗到管子上面，要不然你就会冲出管子，而不是躲在管子里面。所以透过观察这个 Pro 所采取的路线，也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一堂课啊。哇，这一集我真的非常的兴奋，所以我有点语无伦次，我搞到来不及写，我就先分享给各位。我真的太兴奋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隔了八年，我挖到宝了，我还不马上跟各位讲。OK， 拉回来，这个影片另外一点可贵的地方在于，当你冲浪的时候，你所有的注意力只会集中在你所要去的地方，除非岸上有另外一个人拍摄你，不然你问这些 Pro， 可能他们连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浪的相对位置。而这个影片 offer 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view， 你可以透过这个身临其境的360视野穿越时空，回头看看这个 Pro 当初采取的路线是离风暴有多么的近，这个浪盖下来里面的物理画面又是怎么样。你知道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吗？你可以看到这个 Pro 它其实非常非常的深，如果它的板尾再更接近白花的话，它可能就要失速，那这个浪可能就会把它吞掉。这个影片短短几十秒，它暗藏了太多太多值得各位学习的地方了。今天我心知肚明，我的技巧我的经验完全没有办法下这个地方的管浪，这么大这么快又这么 critical， 我下一定歪爆。但是有了这支影片之后，我就可以明确的知道，如果今天我的滑水能力有到位，我的胆量有到位的话，其实这支影片帮我省去了不知道几十次几百次歪爆的经验。如果要面对这样子的管浪，我所需要采取的路线还有我所看到的画面大概会是怎么样。经验经验经验啊，你知道冲浪难就难在，就算你今天已经把体力技巧胆量都练好了，浪不来
你也无从发挥。你看这么漂亮的管浪，你一生能遇到几次？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它帮你省了机票钱，它帮你省了你歪爆所需要的医疗费用。然后你仔细想想，有多少人愿意跟你分享他们自己进管的经验，这么 detail， 这么 visual， 这么视觉化的呈现给你看？ OK， 或许你早就看过这支影片了，我只是在这边野人献曝而已。但是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支影片的话，我真的强烈强烈强烈的推荐你，不只是去看它而已，去 study 它，去研读它，买一个 VR 眼镜，它在网络上几十块就可以买到一部，但它能提供给你的是几年的经验，还有免去不必要歪爆的阴影面积。尝试用不同的角度去重播这部影片，记熟这个 Pro 它在这道浪的相对位置，还有它所采取的路线，跟你会看到的第一人称视角，然后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去模拟你在滑水、在起蹭、在左跑，甚至加速的身体感觉。哎，好啦，那今天这支影片希望有帮助到各位。这影片的原始连结我会放在底下资讯栏，随时可以去看，非常推荐给各位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或多多善用留言区告诉我你下一支影片想看到怎么样的内容，或者这里面有更多的教学影片。我是这里，跟我一起冲浪，里面我会检讨自己的缺失，所以你不必犯下一样的错。我是 Darren， 我们下次见。